鱼不错，自带牙签。羊肚就得这样吃。哎，世人，你见过这个刚蜕过壳的螃蟹没有？嗯，这螃蟹这么软能吃啊？这肯定好吃吗？连壳才香呢。那我回去试试。又弄下好东西了。你们见过刚蜕上壳的螃蟹吗？这个吃着特别有营养。听说刚蜕上壳的螃蟹特别的软。螃蟹就得带壳吃。